下，下一站乌什浦。本次列车开往定海路方向，下一站乌石浦。Next station is 乌什浦。We are now at 乌什浦.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Please mind your step. 不要坐，不要坐。厦门老院子景区提醒您，本次加更号列车开往镇海路方向，下一站吕厝。本次列车开往定海路方向，下一站吕厝。Next station is 吕厝。列车前方到站吕厝，有需要换乘二号线的乘客，请在前方站下车。列车头前到站吕厝。有需要偌济乘客换乘客，请伫头前站换乘。The next station is 吕厝。Passenger who wants to transfer to line 2, please get off at 吕厝station.吕厝到了，有需要换坐二号线乘客，请为道边车门落车，落车请注意安全。We are now at 吕厝。列车开往镇海路方向，下一站莲花路口。本次列车开往定海路方向，下一站莲花路口。Next station is 莲花 intersection。各位乘客，列车内禁止糖果、猪脚大豆、进食、吸烟。各位乘客，本次列车内面禁止提灯。Dear passengers, please do not lie down, take one another, eat food or smoke in the station or on the train.请为道边车门落车，落车请注意安全。We are now at 莲花 intersection.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Please mind your step.
We're now at Lianban.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Please mind your step. Next station is Hubin East Road. 有需要换乘三号线的乘客，请在前方站下车。不需要换乘三号线的乘客，请在后方站下车。Passengers who want to transfer to Line 3, please get off at Hubin East Road station.有需要换坐三号线的乘客，请为到顶车顶落车，落车请注意安全。We're now at Wuhan East Road. 真的就是如此。厦门老院子景区提醒您，本次加更号列车开往镇海路方向，下一站文藻。本次列车开往定海路方向，下一站文藻。Next station is 文藻。有需要换乘 VIP 的乘客，请在前方站下车。我需要换乘 VIP 的乘客，请在头前站下车。Passengers who need to transfer to VRT, please get off at the next station.
门落车，落车请注意安全。We are now at Wanzhou.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Please mind your step. Dear passengers, in order to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please do not let the sound of your electronic equipment out. Jiangjinci 到，请从左门下车。下车请注意安全。将军署赶往，请为道边请您落车。落车请注意安全。We are now at Jiangjinci.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Please mind your step.列车开往镇海路方向，下一站终点。
上海路。本次列车开往滨海路，下一站是最后一站滨海路。Next station is Terminal Station 滨海 Road。现在17:26了，17:26。提到的华侨博物院那边，
六院17:28，华侨路啊，镇海路八号路口出来了。你看17:28，那我现在去骑一辆电共享单车，小黄共享单车。啊、来骑美团扫一扫，微信扫的。那是旅游的观光车，旅游观光车有。对于我来说，只是说对于我来说有点小贵啊，好像30块钱还是50块钱，但对别人来旅游的话，这是正常的支出。我对于我来说，这是太有点小贵。但是我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也是两层的，只要2块钱。我每天都是在这条路上面走。这边风还是挺大的，下坡了，不想踩了，踩累了。可以走吗？但是骑自行车不能走，骑自行车不能那个，就是说走人行横道不能走。我每次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段了，一直往下走。
可不可以一直滑到，应该是可以滑到桥底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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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不到桥底下。再来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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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滑到桥底下。再踩一下。哇，其实你说还是有点冷。停下来，我把自行车给还了，还车，确定。那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帮我视频点个赞。我本期视频呢是从那个浙海路出发，坐到天水路，然后坐905路公交车，到那个工商旅游学院站，然后赶快把东西给客户的话，然后再坐905路公交车坐回天水路的地铁站，然后再坐从天水路地铁站一直坐到浙海路。地铁站，然后下地铁了以后骑小黄单车，骑到这个华侨博物院这边，就这里，华侨博物院，这是华侨博物院的门口。还是挺冷的，现在是17:37，2月25号。现在是16度，多云。这里是风口，这里是碧山林海的这个风口，所以说感觉挺凉。那我们下期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加我微信、支付宝或者 PayPal、YouTube 给我打赏，谢谢大家，拜拜，下期。